大家晚安。今天要干什么呢？今天来画画，但是等下可以讲一讲一些这礼拜发生的小事。等一下，嗨，甜甜吗？还是甜还是什么？晚安。好，一人之初，早安。Hello，大家晚安。今天要进行一项非常中二的事情。放一个。企鹅，小猪耳朵，干嘛要叫大祭司小艺？蛋逆会是吗？丹绿，叶泽红，大地，晚安。我已经准备好我的本子了，虽然说这是我的通识课的笔记本，但是我只写了一点点而已，我只写了一页、两页，还有画画，然后还不小心画了一只乌龟。可爱乌龟，然后前阵子画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画了这个人，太无聊了。然后画了一些面具，然后最近的梦其实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最近的梦都很，我晚上做梦都梦到很中二的事情，像是枪战，然后是动漫里面的剧情啊，妖精尾巴，然后可能还要拆除核弹，然后还要化成一只鱼还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很心态很奇怪的梦都有，然后就是想要画画，让我很想画画，就画一些很酷的东西，就是。满足一下我最近中二爆发的心态。四象若为压问，力气大，勾魂举虎，加上官帮主，卡称谁条？哈、啊？阿纪 King，猴念琴，企鹅鹅，晚安，吃好吃盐水鸡。喝 fit 就好，晚安晚安。我要画画，但今天画画是有主，就是有想好有主题，就是想，因为最近在很常玩枪战，所以很想要画就是枪拿枪的女生，我就喜欢看拿枪的女生。然后，所以就是可能会从 Bellflower 下去画，或是从我的好朋友下去画。可能是我熊妹跟高云爵开始画，然后分别担任什么职位，可以等一下想一下，因为我对于枪战的，就是枪械类的基本知识超少，拿到有玩那个枪战，然后拿到枪都不知道我到底拿的是步枪还是冲锋枪。太严熊，南冷王，大熊李小龙，四帅默默店长，拉命。晚安。崭新的画布，等下就是等下会有很多页。我真的觉得我很满意我画的乌龟，上课画的实在太无聊，快睡着了，那就开始画乌龟。可爱乌龟，又有个又，像红叉喽叉喽，鱼平坤坤，卓丹博，季风亮 QK 男子。但是其实要画别的也可以，因为我应该没办法，就是2个小时都画，都是只有枪战这样子，因为我真的实在太喜欢拿枪的女生了。
然后又梦到一堆跟枪战有关的梦，所以呢，最爱画就是想一下，可能一个小队里面十个人或是四个，先小小的好，四个人，谁要担任什么，就是你负责拿送火箭筒你也是可以啦。然后就是想一下，就是我熊妹高云爵，先从这三个开始好了。就是我在一个就是枪战的小队里面，我是负责做什么的？负责送头的，没有啦。虽然说好像是真的，但是很不想画那个。我之前有帮，就是我们班上的，就是高中班上女生，就是全部都画出来，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高三是什么战队这样子，蛮中二的。对，负责躺分没有错。突击部治疗补给侦查，哎，你好像很懂哦。其实我，你知道什么这么常送头吗？因为我看到有那个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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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影子，就是在那个地图的边框，只要有那种有人在发射子弹的痕迹，我立刻冲过去。我才不管会不会死，我就先冲，然后就死了。通常是这样，冲出去，然后原本只有这边 biu biu biu， 然后变这边都有 biu biu biu， 然后我就死了。嗨，执法犯法，谢谢送我打棒球。是刚好游戏里的种类，什么意思？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医疗兵，就是因为我如果现实而言，就是虽然我很激进，我很冲，但是我没有用，我是软枪仔，我就是什么打不到。我就是可能那个什么冲锋，我爱拿冲锋枪，然后冲锋枪就是拿着，然后或是那种自动步枪可以连发好几次的那种，那就是把子弹全部射空了，二三十个子弹，那我还没有打到敌人半次，就敌人可能露了半个身子在一个树后面，或是在一个石墙的上面，然后露上半身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射，然后就射不到，然后就是浪费子弹，然后我要换弹的时候被射死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原来是脑充没有错，剑之恨梅，米然打，阿卡土斯，克里斯半灵之下，云，可以从那四种去想。好，高君应该是狙击，可是他很平均的，他都会啊，他蛮厉害的，不愧是宅女。高君就可能就狙击吧。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掉，就是熊妹也很平均，熊妹不知道是什么，熊妹其实很厉害，熊妹总是能活到最后。补给的话是要怎么要干嘛？在吃我的晚餐。嗨，变成仙女魔，谢谢送我小小树苗，驾驶兵哦。很适合他，很适合他。他就是这样，他先下来就先去找车。可我就是突击很冲，好，懂意思。但这是我在游戏里的样子。但是我如果以现实生活中的考量，就是如果我们不要让我十二个人全部被丢到荒岛上面，我应该会属于就是收集物资。然后，其实不一定吃鸡，不一定在荒岛，搞不好在大城市里面吃鸡。就是我会负责是收集物资，然后呢，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只有装备身上如果没有很好，那我就很焦虑，那我就把东西至少
拼命全部收完，对，然后让大家就是活着这样子，然后要子弹我可以给。哦，我这样我是补给耶，发现。一神在二费，你觉得辛苦了，差不多。那应该是二神累费，我费。我新手啊，看小姐认知新竹女换双 ，L Javlias， 嗨，金棍阿棍呢 ，Ronnie 是吗？三宝当驾驶，难怪吃不到鸡。哎，告诉你，熊妹开车好了，有点三宝，应该装出来装石头，给子弹就是补给了。嗯，那我应该就不是突击手了，我就是，哈，这样子我太自恋多姿了吧？因为像现在那个玩那个吃鸡的模式，哎、欸，刚刚那个谁，四川摩罗店长刚讲的那个那几个全部都是我本人，就是攻击的时候就是最冲的那个，然后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呐、啊，三个人必须身兼多职一下嘛。然后我玩的那个模式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球。就是，我就会丢那个球出去，然后它就会丢 biu， 然后展开一个区域，然后可以侦查这附近有没有人，然后每次都没有人要当那个职位，大家都生存者为自己好的那种，就大家自己就想要保命，可是我就是不想要，我就是想要知道敌人在哪，然后就是我会选那个丢球的职位，然后加上刚刚前面讲的，我会捡很多装，然后。分大家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可是，在游戏里面我绝对不会医疗，因为我就是被医的那个。我捡再多血包都没有用，因为我来的不不不不，然后我就被打死，还没有来得及治疗。所以你们觉得我等一下画这个战队是要契合真实个性，还是比较契合游戏里面的样子？泰迪龙五粉拼狂阿米，晚安。先不要画我好了，先画谁？刘雨晴。不管男同都想看，好，没问题。是最近考试没那么多了。我设一下那个一个小牌子，好，个性吧，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们玩游戏怎么玩的哦，那我的个性。就是侦察兵跟那种就是什么医疗兵辅助的，他们也会攻击吧，还是要帮他们配个武器吧，还好困难哦，因为比如说像以前班上就有几个女生也是偏理工一点的，但现在是没有，现在只有我一个，哎，那如果比如说维修装备，那些捡东西还是侦察还是医疗，那我真的是要身兼多职，哎，没办法分摊，哎。所以他们还是有武器的。现实中的医护兵都会带步枪哦，是这样子哦。假如说他们只剩是满满的血包，他们被 pew 掉不就没了？好，那我先写一个表，就是把成员写下来。
还有谁啊？斜着投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哈，十二个人，谁？还有谁？抽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糟了。就这样，没事，我想多了，应该吧。对军武有兴趣的话，有部动画《军火女王》可以看一下啊。哦，没事，我想成幼女战记了，没事，小幼女战记长得很恐怖欸。就玩 BF 突击是比较冲锋型，一疗丢一疗包拉人，补给就。机枪丢补给，好复杂的样子吼。侦察是狙击定位人，好像是有点听不懂。好，就先讲，就是，好，好。那你们想一下，就是你们对 Bellflower 应该是有推，然后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等一下，平安。没有，平安有点太白了，我看不到，对不起。我忘记写平安了，想说十二个，哈，我们到底是几个？我想说，我们应该是十二个，我们应该十三个，然后刚列十二个，实在是想不出来少了谁，那想说还是应该就是只有十二个人，糟了。队长就七七嘛，队长他们应该不会走第一个吧？就有分工像战场一样，我是想要画战场一样，那我实在是太没基础了。如果说是大家是一个就是代表一个乐团里面的一个乐器一个声部的话，那我可能还比较理解，但是。画战场真的是不能完全不能理解，我就是个吃鸡新手。好，那 Bellflower 里面有比较特质比较明显的熊妹开车嘛，然后就是特质比较明显的，你们可以想一下，生活性格不是那种吃鸡的模样，就是你们想一下，就是成员的个性。比较适合哪个职位，你们可以跟我讲。对，除了侦察比较不会冲，其他都可以冲一下。那就是全部都冲锋这样哦，没有啦，直接是游击队这样子，直接不考虑冲锋，不考虑侦察了。居然很准，但他不会，他说他不会用冲锋枪，不是啊，但他不会用那个什么狙击枪。那我怎么记得他就是比较喜欢，他喜欢用步枪，我知道步枪可以干嘛，步枪什么都可以用啊。刺刀冲锋是什么意思？你说那个枪上面有一个刀片，然后可以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嗨，小猪耳朵，
林杰不适合不出战，林杰适合当女王躺在后面，没有啦。为什么你们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有感？对于刺刀这件事情，前进图刺啊。中规中矩吧，能连发也还算能打。有你说步枪吗？还是林杰？我就是，我要当什么？当兵有刺刀术哦？刺刀术是什么？当了两年装甲兵跟刺刀操手说，你说你吗？装甲兵是什么很酷的东西？穿铁甲是不是？我天哪，我真的是在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觉得好酷哦。瑞婷很怕战场，但是他很爱吃，他很想玩吃鸡。带来欢乐的感觉就是医疗。栗子的个性感觉是冲的，哇！我的脑中的职业好少。嗨，麻薯二号，嗨，犀牛。那我觉得今天唇色很淡。装甲是载具兵的样子，可是他说他跟刺刀很熟。你说你边开车到边拿一把刀，是不是？中世纪以后就没有穿铁甲了哦，是哦，是哦。原来如此 ，OK， 好。然后我以前有尝试，就是画高中同学，把高中同学换成战队，有画就是维修的，因为我就是维修嘛，就是可能末日的那种，就是自力更生，所以可能连煮菜都有，对。有间谍，然后那个那什么维修器械的，然后拿火箭筒的，就是坐在坦克上面拿火箭筒，那里面有开开坦克的人，然后冲锋的、狙击的、骑机车侦察的，那应该是很吵，应该不是侦察哈，就是骑机车后面背一把枪，就是很帅那种的，然后还有中规中矩拿步枪的，对。对，还有煮菜的，因为那时候就想说有点末日的感觉，就是还是要有个后勤吧。刺刀是装在枪前面的，不是在拔刀哦。所以会那个刀子会用到吗？还是就是噗这样子，然后刀就是很好看。通常会用到那个刀子吗？感觉不会用到，还是用到的时候就可以就近拔下来。好有趣哦，这个东西。难道我要从现在开始变枪械迷了吗？娱乐兵表演的，你是说我们全部人吗？于是我在嗡嗡后面写一个快乐的乐，在战场上拿锅铲，哎，他可以拿平底锅啊，平底锅这么有用，他可以挡子弹哎、欸。真的军事编制其实很无聊，乱搞比较有趣。那就当然是一定是乱搞啊，我们呢开玩笑，我哎，认真什么的，刺刀就。及近距离接捅人或换弹来不及的时候用。哦，哦对哈，换弹跟那个电动不一样，电动就直接按一键就换弹了。
谢谢暗红送的比心。龙纹，这是什么？藻吗？还是什么？平底锅？哦，是平底锅有名字的意思是不是？暗红，谢谢送的比心。四圈帮我店长，你怎么对那个什么枪战那么熟悉啊？意外的，暗红也是。现在应该不会，不太会用刺刀，以前才会。以前为什么会用刀啊？现在怎么不用了？我们打游戏而已哦。哎，你怎么很喜欢用那个月亮的贴图？好好，继续，栗子就冲了吧。感觉101加肉肉可以一组，特别的小组。OLKK， 嗨，嗨张志祥，艾米莎软糖，晚安。那我们就是要。哇！现在飞弹飞一飞就差不多要结束战争了，那真的就是只有穿西装没有穿军服，那也没有拿枪，就是一个按钮而已哦。500嗨，配七七麻油林杰肉肉就是一个特别的小组，但是那个小组不知道是能干嘛，就是还不确定那个详细的职位。你没事闲着买一堆几图解军事装备，特种部队大全，哇哦！那七七肉他们这几个看起来不会骑脚踏车的人类，怎么办呢？哦，他们会骑，只有七七不会骑啦。草莓奖，嗨！现在比较难近距离吧，一二战斗时电影游戏蛮常看到刺刀的。哦，原来是这样子。也是齁，现在近距离就是直接 pew 掉。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指挥官当然要配司机啊，熊妹。熊妹这个一定是开车的啊，栗子冲，然后高允爵狙吗？然后侦查，高允爵存在感那么低，可以啦。哦，开枪，然后瑞婷呢？瑞婷很怕，就瑞婷很不想要避免冲突。我们要有军师吗？品涵。投降，他是一家当司机，他有驾照了。存在感低很正常，那就是高晕厥了。什么东西？他没有回家，高晕厥不在家。现在家里只有我跟石宇，超少。七七适合指挥带领，然后我把七七就是101加肉肉变成一个小组了，
邻居难得上课，傻眼。没有吧？也是我在上课了，好不好？没有这么混的、啊，会不会你们连童兵瑞婷都要派上场啊？那、啊、就是人手不足嘛。安安都要上，安安要干嘛？安安最呛，安安也要炸一下，是不是？丢手榴弹的，还是他榴弹？瑞婷当天使护士，那他就医疗兵咯。嗡嗡就是乐，快乐。他不是周一就自主放假吗？差不多吧，也没有那么混乱啊。周一还好吧，这一天一个礼拜。麻油的麻薯二号是送的小浪花，小浪花，小浪花，彭瑞龙嗨，崔瑞婷就医疗兵，安安呢，呛辣小珍奶，只是又有张法法吧，没有了，还是嗡嗡，哎、欸，超坏。洛克阿华，纯军医可以啊。不一定每个都要上场啊，那我是什么制毒的、验尸的？你要跟公安局说小心恶意被当？不会啊，他还没大学啊。高中生不用在意这个吧？还是我学妹呢？哇，老板这个金针菇是免钱的呢，超多。不用蛋炒可以生东西，所以真的有用了这个职位是不是？那我就写，我用这是快乐的幼儿，幼儿没有烂透了，嗯，一家呢，我们这里面没有拿步枪哎、欸。一个是我感觉你会中陷阱，哎，我会讲话。凡事低调，嗨，哈喽，嗨。正常不需要验尸，也是哈、哦。帮同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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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而已，没有验尸，没有尸这东西好吗？哦，你以为他大学生了？没有，他高中生，他是我学妹。嗨，黄鱼，嗨嗨，哈喽。其实你有通讯冰箱起来了。负责联络是不是？
所以御家是液态弹喷射兵，把敌人变成冰棒，就是干扰，就是还是可以直接击杀那种的。我想御家冰。其实不一定只有一个职位可以升兼多职，可能只会回家煮饭给大家吃之类，像七七这样。麻油呢？麻油林杰肉肉跟七七这个小队，这个小队有可以有特别的行动之类的感觉。嗨，豆力王，求学妹 IG 已经有了，傻眼。学妹在哪里？不在家就是了。我也想知道她在哪，但她不在家。你没什么好评论正在听 ，OK？ 对，现在在讲枪战，就是我 Bell Flower 是一个战队，对。品涵还能跟品涵可以组成交叉火力，笑死。那、啊、品涵要干嘛？就是我们在画 Bell Flower 战队。等一下我。我把标题改一下，今天应该是发画不完啊，就是先讲 flower， 嘿，好，一家火焰兵相反，冰冷的。反正一个是就是冰火九重天这样子，爽哦！没有人拿步枪，安安吗？品涵闪光弹，所以品涵就是丢，品涵就是会突然很讲出很爆炸性的言论。那如果他当丢手榴弹的嘞，不知跟丢手榴弹的嘞，投掷冰，投掷冰。只是个医疗包，连战力都不算，没关系。我们有嗡嗡嗡嗡是幼儿哈，刚刚讨论出来的结果，嗡嗡是快乐的人类，然后他是幼儿，他是快乐的幼儿，大家都会拿步枪啊。哦，好，是步枪是个很基本的配备，是不是？也就是拿手榴弹会炸死队友吧？哎，其实我们的战队友很就是可以画好朋友线的，就是七七、麻油、林姐、肉肉、一零一他们那群大姐姐们，就是一起的。然后品涵跟栗子是好朋友，我跟云爵跟熊妹是好朋友，然后一家跟瑞婷是好朋友，安安跟萌萌刚好没有人落单。好，我们游击 ，OK， 听到一个蛮震惊的。游击是拿什么武器的、啊？还是干嘛的？那些连丢彩带都丢不远的，请别给他手榴弹。但真的没有人可以拿嘞，只有高文觉可以拿，但是他现在是属于狙击。我、哦、不管哪种兵都会配步枪哦，原来是这样子。对，超出小圈圈真多，就是满满的圈圈哎，跟那个。气泡一样满满的，学哥上次丢彩带丢地板就不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嘛，哇，那高音姐也不行了，他是不是丢第三排吗？偏孤狼骚扰也人用的哦，嗡嗡，
嗯，身边会有没有人的时候吗？好吧，他跟安安是好朋友，那安安可以跟他搭配什么吗？邮局的旧师那边缺人，那边去。万元步枪最适合的哦，一直跑跑跑的人呢、哦，钢爵蛮适合的哇，钢爵很多很适合哎，太麻烦了。熊妹就是开车的，不要让他拿枪，只是不小心噗，然后就走火这样。小粗人哦，不会自主部位，接远离要死。其实我跟熊妹跟高文菊在玩枪战的时候，最小心最常不小心啊，哔哔哔按到的人是高文菊 ，sorry， 然后还会一直在丢乱丢手榴弹。对，菊哥根本就是兰博。对，就跟 AKA 真工具人，嗯，真的是他就是远远的打也可以打得很准，但没有到狙击手，就是隔一个山头还可以打很远。我们目前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哈，就是在我们团里面，或是比较适合狙击手的林杰吗？静静的，狙击手感觉就是个静静的人啊，不是七七，品涵。好混乱了，现在怎么办啊？我现在最确定就是荔枝是冲锋的，拿冲锋枪突击的。嗨，风音流，晚安，好久不见，头很大，你糟了。那你们要不要先想麻油肉肉跟林杰？帮我想想他们几个。久违的被感谢班，今天可以看法法了，耶、yeah ！如果很少这个时间播说，这时间好多人哦。你就害怕冲的可以考虑当狙击，不是我。瑞婷最目前我知道瑞婷最怕冲，但他是医疗兵，这都前线 ，OK 啊。还有后线突击是不是？一加就一把 point， 一加就喷兵哦，一加喷兵啊，是认真的吗？班用机枪兵，班用是什么意思？先灌一下手已经好了吗？手还没有好，今天考了一堆申论题，我怎么会断呢？好像突击，要突击谁？哦哦，对哦，旁边呢一拖人这样子嘛，然后前线嘛，后线，然后就这边的人呢，算了，我不懂乱讲的。一家负责开全屏七敌战术，好像有点中二。他可以当军师，他很聪明。我感觉他也蛮灵巧的，怎么讲呢？啊，走，突击这条防卫，麻药补给，
支援队哦。马友，我其实以为马友会在很也是很冲的。蒋七七这是指带领了一个游击队，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想到是梦之中最力最大力最爆的那个就是马友。然后老师也讲说，就是大家要学，就是梦之中要像马友这样子大力，对。然后就想说，那马友一定是一个很冲火爆的一个女人，大阪的女人。考试辛苦了没？大家工作比较辛苦，我觉得应该吧。看来该跟本家一样去海军陆战队受训一下。那我们真的是会吐血，就是。应该是有些人不会游泳的样子，嗯，那要冲起来一起带队友，那是哪种呢？球妹也超爱捡装的，球妹跟我一起当物资好了，开车的然后又物资。七七一直接一落地，四手空拳立刻解决一个小队，这是。七七就写指挥跟拳头这样子，舞掌啊，以火力支援你，所以拿机枪弄是不是？机枪是不是要装在坦克上面呢、啊？超重大型兵器的有没有超重？除了车子以外的大型兵器、啊，机枪、大炮，哎、欸，我们没有火箭筒的人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火箭筒。我是直接拿武器种类下去分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大家的职位。可以去先又给五个人一个武器吧，平底锅。你是一个。棒，然后那边就整个石头碎掉，石墙碎掉，没有补给啊，不止自己好，还要队友一起起来填弹药。OK， 谢谢。我们的狙击跟侦察只有一个、欸，就是高音博，还是林姐一起。那七七这个小队就可以自己完成，就是七七指挥，然后跟一个某个武器，大家想一下，然后麻油就补给、凝结、侦查跟狙击。原来七七赛亚人，我们到底是怎样把七七妖魔化？是怎么回事？我们真的是不想活了啦！七七就是拿他的沙沙，然后直接丢出去啊！七七放狗咬人呢、啊。挺还适合拿榴弹枪，就是哦，已经无路可退了，不行，我们这边死了也要赢敌人，然后就直接开榴弹，然后大家都死掉，这样是不是？目前平衡，我是写投资兵。请问公，你们看的公演那么多次 ，reset 公演这么多场，你们觉得谁的彩带投的最好？表示你们这些死小孩，他还两颗凤梨，他还 Steven， 没看过垫垫，哎呀，我还是要直播吧，投最好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一家，好，没有问题，好像没注意，因为接不到，好吧，没关系，这追问题需要有山顶回答，最好是。不是都有接到的吗？
超精准丢到你手上，真的假的？我这么神吗？我现在的职位就是物资哎，收集物资的人。我们的游击只有一个人，突击跟游击一样吗？肉肉的那个肉，你们说肉肉是就是前锋，就是前面前线突击，对，前线突击。那跟肉跟那个懵懵的，那叫什么游击一样吗？不一样，好吧，不一样。那很新鲜柠檬，嗨。哎，涛哥还在吗？他最喜欢的是李佳丽。适合什么职位？目前是冲锋，因为他闪，他很冲，他很跳，他很激动。好想要大家一起去体验那种，就是格宿生活，是那种山里面的一天那种，没有手机的一天。突击是冲前线，游击是哪有动哪里去？哦，突击是部队里，游击是比较散的小组。目前我把安安跟嗡嗡放在一起就是游击，因为是好朋友嘛。可是我跟高恩爵跟熊妹就是没有什么关联，算了，随便。然后一家是军师，瑞婷是医疗，属于后面的。然后还是可以喷冰这样子。然后品涵一家跟品涵就是效果 bonus 这样子。说不定例子是心战喊话，你是说跟敌人打心理战，还是鼓励我们？卫生纸，一直出奇适合，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送头了。这个是我现在玩游戏的时候，我真的有一次上场30几秒就死了，我超生气的，超没面子。就捡到一把手枪，那旁边就有个拿步枪的人，我就跟他硬冲，然后我就死了。你投降，小老师。哇，这块肉好好吃哦！突然觉得它好嫩啊。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等下画画的时候，如果要画枪，我完全不了解，就是每一支枪的个性。难道他不会画枪啊？请见谅。突然想到有例子，安安熊妹在，好，量词消耗会很惨烈。那我这个收集物资的人，应该就是会。很快乐哦。有没有那种很一般的中规中矩拿枪然后噗噗噗的？一直可以考虑推理行军路线，寻找相对至高的长生。哇，我们好像没有想到这个人，这好像已经有人有了。再来就是。想一下，栗子平常什么个性？吵吵闹闹，会突然提很多意见，他的意见很多，不是不好的意思，就是会有很多想法，就是会讲这样子，不会像高恩爵就是在后面这样子，
看着一切事情发生。还没出战就两死危机，那就糟了。Bell Flower 先全灭啊！还有 Daisy 跟 Sakura 战队这样，哦，好像很酷哦。好想看大家穿军装哦，就是迷彩那种的。大概有雏形了，好。就是其实就是团里面比较常发话的人们当军师吧，就是讨论智囊团，然后可能就是去看看，哎，那边有那个药草看起来不错，带回家给瑞婷用这样子。这首歌名是什么？很耳熟，但想不起来，是那个，糟了，他这名字很长。SYNCHRO， 糟了 ，from the Tsubasa Reservoir Chronicle。好，我查。东京末世录，翅巴撒意，东京末世录，翅巴撒意的作词作曲是威普有纪，所以很就是明显的，对。意。跟平常听的版本不同，对，它是翻唱的。阿鬼，你还是说中文吧，笑死！你知道了，好，很棒。欢迎真是谢谢送的水洗香油。好，先从谁开始画呢？不想画太大格。Hello， 瑞婷开播了。是画横的还是画直的？先画自己 ，OK。啊，好久没有画东画人了，糟了。我先把最后的晚餐吃一吃。不是最后的晚餐，最后几口的晚餐哈，有点严重这个词。最后几口，这是最后的晚餐。好吃。哎，草组刚好十三个人哎。其实我们在那个什么除夕，就是我们的除夕影片的时候，有拍一张最后的晚餐的照片。可能那时候只有十二个人。空班娃，
小萝卜翁，然后我们就一人一个姿势，然后那边看很久，然后应该不能，我就不知道忘记为什么好像不能说不要，没有就没有放，对。最爱腿裤饭，嗨，西兰阿贵仔。那我要干嘛？我要蹲在地上捡药草。好了，我决定好了，我要蹲在地上捡药草。我的 LINE 被灌爆，什么？很多人在聊天，是不是？没事，好，先画我哦。宗教还是不要让我们比较好，没有错，就是因为这一点。哦，好久的歌啊，这是男音版的。我当怎样啊？哎、欸，军装要怎么画、啊？糟了，突然想到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什么主要攻击的人，但是。所以我就可以不用画太多武器，因为画武器是我地狱，我对机械类东西都很不会画，除非是自己掰机器人的长相，那这种的真的是有点不擅长。我看一下，军装，我真的是没办法，我真的不会画很标准的军装，就是。本家的 River MV 可以参考一下， River 的是军装吗？女生的那种很短裙领带那种的，还有手套。嗨，陈小薇、凌乱小公主、Vivian 梦，本家，那我反正没事。史努比，嗨，欢迎战士小白兔，好。我这画的没有很精致，就是大概。River 是军装，是军装哦，真的假的？不是那个格子的吗？糟了，快下。River AKB。哦，我继承那个就是那种格子很漂亮的，就是我继承就是这种格子的这种衣服，有好几套，真假？糟了，看到了，好好看的、哦、大家，看到了，我先存一张哈。就是衬外面是个有扣子的衬衫，迷彩的，然后有军装裤，然后靴，军靴。Sam 人品君，嗨。
军帽，军帽什么话？嗨，我把军帽画的好像，好像工地的吧。我真的是太常画，就是以前真的是画像是什么战，就是像以前 TP 战队呢，还有什么什么宿舍战队，还是什么宿舍家庭、律师家庭之类的，就是一直都画，画自己画很多次，然后国中、国小也都画自己画很多次，然后就会把自己画得太美化，然后我就是要克制一下我的。度武汉风流，完了，我把地画太下面了，好烦。这又不是电绘，可以直接把整个拿去拖移。去 Google 军服制服绘制指南，很多图片可以参考。哦，我把自己画好像圣诞老人了。真把计划好像圣诞老人了，糟了。Sincerely 好歌，真的是好歌。鳄鱼嗨。
看起来像是个出去郊游的孩子。勇哥，我们已经讨论完了，我们在开火，这应该开火了。但自己会是画最快的，就不用去揣摩五官，就在那边就很快的撇过去就对了。不是 IG 留言，我考得如何？化学66及格，最担心的及格了 ，OK 了。
剩下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好了，超快，看着像是一个在远行去远足的朋友。快乐采药草，先这样。绝法威安的战队吗？大概是全部的人吧，总有一天会画完的啦，但是就是可能会拖稿拖到爆这样子。完成度超高，真的假的？我超烂撇，就是因为我就是今天已经动手动笔动太多了，那个下午有考试。等一下。突然要洗衣服齁。拖下去，什么拖到忘记？对，差不多像这样。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远方，还有一个人在这边，这是狙击手，大概五秒画完的狙击手，长这样。嗨，207班长在即不决不决意，嗨。狙击手安安没有，狙击手是高云爵。虽然他超常按到，就是在我们在玩枪战的时候，他超常就是啊按到啊啊怎样按的，笑死。咪咪，嗨人哥 Rain。画谁呢？下一个。其实我先画我，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因为我超级不会画人的。哎，有些可以合在一起画，比如说一家跟，可能一家跟品涵还是跟栗子在讨论军事的东西，然后智囊团的东西，然后。可能恩恩跟梦梦在一起有一起游击这样子，然后瑞婷可能在治疗哪一个谁受伤回来这样子，跟麻油之类的吧，我不知道，哈哈。嘟吧嘟吧，感觉不像狙击手，那谁像狙击手？恩恩狙击手，恩恩很，他不像冲锋陷阵的枪手，没有，那个是我本人，在玩游戏的话。在画画吗？对，没有错，就是我们在画，因为我是 Uni Bell Flower 的一员 ，AKB48 Team TP Uni Bell Flower 的一员，然后我就想要把我的朋友们、我的成员们、同事们、好同事们画成一个枪战的那个叫什么的编制这样子，然后就是我。我是负责收集物资的，可是我觉得我知道这是画我画最认真，其他就算了。哦，没有啦。好，我看一下，那个什么，
七七是什么职业？七七职业是什么？指挥。好、啊，就指挥而已哦。还、啊、有没有别的？刚目前讨论出来的东西就是，七七就是会一拳打爆坦克的人的女人。冷静又需要稳定个性，其实我觉得安安很适合狙击手，对，但我就想要把他跟汪汪画在一起。放安安狙击好了，林杰啊，林杰，林杰狙击，林杰，林杰跟七七现在是随便排一个位置，因为现在想不到。火力输出有什么？有什么武器是火力输出？火箭筒、坦克。嗯，火箭筒酷哦，七七的火力真的是铁拳的反装甲武器。我查查看，我记得有一种就是炮弹的头是菱形的，然后一个管子，然后按那个枪按下去会整个飞出去，那个那一条飞弹会飞出去，然后他说是什么反坦克武器，应该差不多意思吧，是吗？看一下，在哪？铁拳，应该会查到电网，我觉得。对，就是他，没有错，就是他。所以七七拿这个，七七直接拿来把它拿来甩，这样子直接这样丢出去。有人在叫你，一直哈啾，可能你们在想我吧，还差。那七七就拿铁拳哦。这种枪是什么枪啊？这样子，然后这里有一排一排子弹，就是这样子，然后滋噜滋噜滋噜，然后一直吸子弹，一直狂射，那种枪是什么？机枪吗？合法是冲锋陷阵的话，在你旁边一定有援军，一直嗡嗡组成一队。例子是目前是想说是冲锋。大家可能画图的时候会把它画同一张，对。七七有画七七，勇哥你也推七七吧，出点意见呐、啊。要怎么画？要怎么想？要怎么样？侧面那个武器怎么画？我看一下。其实没错，但你觉得雨荨感觉像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也是可以拿反坦克的吧？
种到底要怎么画呢？海沙，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好，就有一张动画图，我就其实就是沙的那一个。我想好，我想好 T 恤要怎么画了，就是一边扛着，那一边那种冲啊这样子。七七手发型，七七的，反坦这种超强武器，如果留个反差最大的平衡，笑点爆表。平衡目前是用什么啊？欸，其实榴弹是不是也是一样意思？欸，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高恩爵有一次跟我吃鸡，然后我们是队友，然后他就叫着张爸爸转过来你看，然后一转过去，然后他就拿着榴弹那个什么。榴弹吗？对，榴弹，然后对着我的脸，然后直接轰过去，那我的命就剩三分之一。这是高文爵啊，就这样啊，我们的友情就只有这样啊。七肉画一张画好了。七七的发型是分哪边？是分这边还是分这边呢？因为他因为拍照有时候会是镜像，有时候不是，实在是不懂。啊，七七的，七七的发型。七七，公式照最准。刘雨晴，他是右边有头发，左边没有头发，不是没有头发，只有两个缺角。好，那我这样画好了。好不容易画这一边的脸，人的脸了。就没有编法，怎么讲？就是公式照的，公式照长这样，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这边比较多头发，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看起来的右边，就这样嗨七七，然后就看到他右边有头发，这样子，这样子算哪一边？嗨笑铁，表哥嗨。七七最狂了，
其实是短发哈，对哈，他是短发。完了，我就是不会画别人的脸，好糟了。糟了，我怕把他画太凶。超怕宝，超怕，超怕啦！哎呀，噔！嗨，露露，我在画画。其实感觉是，如果真的去从军，真的会能活下来的人，女人，其实超强。彩虹花，哎，对，露露，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快去给你看一下，刚刚画的我在哪？我是收集物资的士兵。
我把七七画的帅一点。突然刚好久没讲话，然后突然讲话觉得好大声了我。好久没画画了，好恐怖哦！那个手感全部不见。Hello， 人品君，对，想讲话需要自己，没有错。我在，因为七七想说是指挥官，然后就想说有一种人很多的感觉。那旁边要加个我再画几个人，因为想说人不要太少比较好。画谁呢？画麻友好了。因为这是比较远的人，所以我就没有画得太大颗，就没有那么想，没有那么细节，请见谅。
七七。后来一半换人，这是迷你麻油，超小。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七七还真的拿铁拳啊，他可是七七啊，真的是火力一定要最大。现在家里没有半个人欸，火力一定要最大啊。谢谢人好人，不是人好人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人哥送我掌声鼓励。喝了点补血葡萄汁。好，那就先这样。那下一个，你本以为这是他的小账，没有，我真的没有以为他是他的小账，因为他应该不会特别开这个小账吧。想吃点什么东西？他们觉得九点多会回家吧。好，那我下班再煮东西给他吃。原来只说要吃我煮的东西。好，画谁呢？接下来，我真的实在是很不喜欢画鸡鸡手，因为他的动作很难。我没有画过趴的人，然后也不会画狙击枪，因为狙击枪超大把，没办法小把刀给你带过。熊妹好了，熊妹开车车。那等一下，车车要怎么开啊？在座位里面，爵哥真幸福啊，对他超幸福的。可应该九点半，应该蛮久的，就是蛮久的哈。新的鼻涕。啊，车子要怎么画？画他在内部里面也不知道他在开车啊。天竺鼠，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留天竺鼠，没有错啦。画熊妹在开车，然后大家在骂他，没说会。好，我决定了，就换那个，这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窗户的视角。因为他开车超级雷的，我们那边，我每次吃鸡说熊妹不要撞树，熊妹，我下车喽，我下车喽，你在撞树，我下车喽。然后或是因为我们不是我跟高文菊同一个房间嘛，可是熊妹不在，所以我们会打电话。打电话聊天，打电话然后边吃鸡，这样才会知道对方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每次看到熊妹要开车，然后听到一直砰砰的声音，就是他一直撞车，疯狂撞车。熊妹队长这个声音听起来很不妙，而且我们吃鸡熊妹当队长。对，没错，熊妹开车其实很尖叫。左驾还右驾、啊，都可以随便我开心换就换。
上面就是呆呆的。母亲很大。OMG， 电量不足 10%， 我去拿充电器。熊妹现在的发型是什么？中分。公司照真的好好用哦，很需要哎。OK。糟了，我这只手机也20%。哇、哦，谢谢谁？这是谁送的东西？酷东西。早期公司上先不要，当然我是直接开 IG 看的、啊，然后现在电量不足，糟了，我拿充电器。充电器，等我一下。回来了，这应该会是最后一个人吧。找到充电器了。没笔芯吗？糟！哇！那 nice BGM， 这是思雨很常听的嘞 ，I'm ready。歌
嗨 ，T 恤哥，不是 T 恤阿翔，小公主 Vivian 点我是谈。我觉得坦克，其实不知道坦克的，不是那种大型车子里面的方向盘长得一不一样，但是我就是先画啦。或是坐那种六人戳六人车，有思雨刚刚去买东西吃。其实我好像画不到全车的，因为我把熊猫画太大只了，目前就是这样子，惊慌失措的熊。对，熊妹会飙泪，没有错，我帮他加了几滴眼泪。旁边画一个已经昏死的高允驹好了，还是画嗡嗡。嗨，七七，嗨，皮特。哇！我拿走。you
我觉得应该画不到后面，我先念排名，我怕就有没有怕什么，就先念，我先念个排名。然后把另一边画完就好了。第十名是美美，第九名是人哥，第十八名是哈利伍，第七名是幻影战士，第六名是马尔德马鼠二号，第五名是人品君，第四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三名是暗红，第二名是阿福，阿福，第一名是知法犯法，谢谢。我先等等，我先把他的旁边的伙伴画一画。感觉傻眼好了。我觉得他等一下还会再倒一次。我觉得现在是齐刘海哈。脸不够圆吗？已经很圆了耶，已经很圆了嘞。嗯，刚觉得怎么画画都怪怪的，糟了，我室友，呵本源
我把军哥画的好像男人哦，糟了。帮杰哥朋友换一把枪。好嘞，好，今天差不多要下班了齁。长这样，杰哥在这，这是汪汪，超简略，没有啦，这是个人，这是我们的熊妹。点开煎的好，因为其实有一个是那个，好，我帮杰哥加一点圆圆的下巴，没有那么圆吧。我鼻青整段掉出来，糟了！这样够远了吧？现在还蛮像的，就是因为有一条那个带子是那个绑带。刚刚决定没有在看，绝对没有在看，一定是。这样子，是我们的正熊妹。挺像的，我觉得。没有，I'm 在后面。安安挂在窗外，安安。
想跳。在窗外，对不起，安安。好，你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啊。黑家晚安，我是黑佳丽。哎，黑佳丽什么黑家？还敢记错人啊？嗨，玉超 ，Hello， 小易，给这绝给 XXL 防弹衣。那我在这边写一个 XXL，OK、okay?。OK， 我在他的胸前写了一个 XXL， 哪里呀、啊？这里。好，一切再黑就没了，好不好？都是太阳黑子了，这才是云爵。OK， 好。大家晚安。画图好愉快，画图真的是画一画就神不知鬼不觉过两个半小时，拜拜。